这是一套位于 Fenway 附近的一个 One Bedroom 小型公寓套间。一进门是厨房部分，厨房有一扇窗户，配有了煤气炉灶、烤箱和电冰箱。厨房一边是这个套间的卫生间部分，同样有一扇窗户。从进门处往右边走，这里是第一个房间，房间面积相当不错，采光也是非常好，有三扇窗户。有一个自己的储物间，沿着走廊走到尽头，这里是第二个房间，一排大窗户，房间面积也是相当不错，同样有一个储物间。